亲请过来吧。怎么着，国舅？哎呀，瞧这小姑母俩哭得怪可怜的。是呢，没什么说的，过去讲个人情吧。啊，恐怕今儿这个人情讲不下来吧。啊，你哪知道 啊，太后喜欢咱们这长相的。怎么着，老太后喜欢咱们哥们这长相的？对呀。啊，那咱们试试看。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太后在上，我们哥俩给您叩头了。二位国舅上殿何事啊？查驸马犯罪，理当斩首。念他素日当差勤俭，立有大功，只可一赦，不可一斩呐。好，敢是与驸马讲情吗？不敢，太后开恩。等等啊，我先问问你们，这当初木易出关的时候，是你们俩谁放的？我放的是他，是他。那么又是谁给擒回来的呢？这是我呀，那是我，是你，没他，是我。啊啊！有门儿，够了吧？先斩木易，然后要你二人的脑袋。得，又饶上俩。问问您呐，当初道令出关的时候，那些个主意都是打哪儿来的呢？当初道令啊，对，什么阴头解谁身上所起呢？是打阿哥身上所起的。是打阿哥身。哎，这回要救驸马爷，还得从阿哥身上来。打阿哥身上可怎么来呢？听着，咱们这有主意。哎呦，您倒是快说呀！你别忙，容我慢慢的说啊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姥姥家的肉疼不够。待会儿您把心这么一横，把小阿哥往老太后怀里这么一扔，拔出宝剑，您就寻死。哎，这可是假的，您可得像真的。您就说了，母后不赦驸马爷，我们这不活着了，我要寻死，我要上吊，我要抹脖子了。哎，你这么一闹呢，小阿哥准得哭啊！老太后一心疼小的，就把驸马爷给射了。你说什么啊？叫我把阿哥往太后怀里这么一扔？对，那可不成。怎么了？要是吓着孩子，可怎么得了呢？我呀，我可舍不得我的儿子。哎呦，不明白哟！您要舍不了小的，
是救不了老的了。哎，这话呢又说回来了，您要舍了小的救了老的，往后何愁没有小的啊？别胡说了，这么一说舍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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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舍了吧，哎，舍了吧。阿母叫一老娘亲，哎，不活了，不活了，不活了！公主，射了，射了，射了，那我就别死了。全是演戏吗？哎，我给驸马爷松绑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给驸马爷松绑啊！别胡八的差事。得，过河就拆桥。驸马爷，您的更衣室在那边。吓糊涂了。伙计，哎，满天云雾散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找这儿喝茶去吧。喝茶，喝茶去，喝茶去了。我说，二位国舅啊，公主，这驸马爷是射了啊，可我母后。那可我接不过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公主，你们娘俩谁跟谁呀？进去赔个笑脸，一请二，不就完了吗？哦，请个安就行了。对了，那咱们试试。您试试。试试，我说，阿娘，得了，您呐，别生气了，我们这可又给您呐赔礼啦。得，这他打哈欠，他扭过脖去了，还是不成啊？公主啊，我也看出来了。事事不过三，两边都请安了，中间您再来这么一顿儿。哎呦，别胡指使我了！怎么了？我的腿呀，啊，都酸了。哎呦，公主哎，您别怕腿酸呐，这个赔不是，您得乐着点儿。您一乐，引得老太后一乐，老太后一乐，引得观众一乐，咱们就散戏，明儿见啦。这回我乐着点儿，您乐着点儿啊！二位还得捧着点儿，我们捧着点儿。我说，母后，阿娘，得了得了，您呐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您把阿哥赏给孩儿我吧。您赏下来吧，我们下回呀，可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里谢谢了，没什么，谢谢了，公主啊。
小心你的脑袋。谢太后。